主演少年的你大受好评，经东北大爷是揣手，网友有画面了。如今易烊千玺已经正式在娱乐圈待了七年之久了，在这期间他的优秀作品也是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想来小伙伴们最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最近一两年比较火热的《长安十二时辰》，还有就是《少年的你》了。在这些影视作品之中，易烊千玺的演技真的是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好评。在上面所曝光的节目相关照片之中，我们能够瞧见于这样子的一个造型之中，易烊千玺穿着一件卡其色的连帽卫衣，然后搭配着一件白色的开衫，看上去给人一种干净清秀的感觉。这样子的色彩搭配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给人带来一种好感和亲近质感。不过造型倒不是亮点，亮点在于易烊千玺的揣手姿势着实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少的网友表示有易烊千玺老了时候的画面了。好了，在看过了易烊千玺最近在朋友请听好节目之上的表现之后，那么接下来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易烊千玺的其他的一些造型搭配吧。